这是我没想过会在日本买的东西。今年三月份推出的 Refa Bubble U， 接近台币6000元的超奢华莲蓬头。刚好住的饭店有主打为气泡功能的莲蓬头，洗起来感觉皮肤和头发都特别的顺滑。当然，有可能是水质的关系，所以就决定一定要带一个回去。简单开箱就有尊爵不凡的宝卡和各种转接头，还有旋钮可以打开莲蓬头做清洁。有几种模式可以切换，看起来水量很强，但是可能是因为气泡的关系，打在身上却是很柔顺的感觉。水柱的模式可以用来清洁头皮，用来清洁浴室的边边角角，非常的好用。这个绵密的气泡触感真的很微妙，洗脸的时候感觉很舒服也很干净。查看资料才知道，这些维系气泡有制定一定的标准，让使用类似技术的产品可以申请认证。整体的使用感受是还不错的，但要说它值不值得呢？它定价确实太贵了，但每天都可以使用，算是提升租屋族的小小品质吧。